观是什么呢？观是普通人躁动的心平歇下来之后呢，要去观察以前我们从来没有观察过的、发现过的自己的身心的现象。好比一间黑暗的屋子，我们什么都看不到，那通过修止，就好比把这个房屋的灯打开了。那观呢，就是看到屋子里面的一切。那么止的深浅就好比电灯的瓦数，浅的有10瓦、20瓦，深的有100瓦、1000瓦等等。到底需要多深的止观修行功夫呢？基本上我们生活当中够用就行。那么生而为人，那从来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本质具足的更加广阔的生命世界，那么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。所以啊，观啊，止观的观就是要开发观照到我们生命本质具足的更加广阔的世界。那么具体的实践的时候啊，它有方法，有的你可以先修止然后再修观，也可以止和观同时修，也就是止观双应，也可以叫做定慧等时。接下来如何进行实践止观，请注意下一讲，注重实践。